诸位菩萨，弥勒尊佛。咱现归六十来页，顶一回呢，即、這个咱为即、這个。弥吼，佛说弥勒大乘佛经吼，遮呢吼开始嘛。那么呢吼，就是讲佛伊伫个摩诃陀国吼，菩萨山的顶冠。那么呢，含这个舍利弗呢咧经行，啊，伫遮呢吼，就讲出吼两首偈。那么讲出这两首偈呢，伊个大意呢，就是讲呢，有一位未来佛，那么等要出世，伊个呢，说出种种的妙法，这个妙法呢，会当对这个世界的众生呢，互因得到满足，互因呢会当真紧得到解脱，亲像讲呢，嘴巴呢，想要饮这个甘露安尼。大概的意思就是安尼说明。那么，就真侪地主就听到，听到佛讲这个寄言，就了解佛，要介绍这个未来佛的代志。那么呢，伫遐呢，就有迄个心，要来请佛转法轮。那么然后呢，迄个四部地主，啊，佮天龙八部呢，佮来甲佛顶礼。然后呢，在佛的面前呢，来流目屎，那么当阵呢，这个舍利弗尊者，伊就了解佛的心意，也当随顺佛来转这个法轮，那么伊，同情这个众生的原因，为着要让众生脱离这个苦缚，然后呢，伊甲佛这个请示，那么咱有者呢，佮继续看，第六座者以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向者以三顶上说偈，赞叹第一地人前后经中之所未说。伊就甲佛称呼：世尊。那么世尊你呢？拄者向者呢？就是讲拄者，坦拄啊，坦拄啊，你伫个山顶。讲出这首偈言，那么你迄个偈言的内容呢，就是咧赞叹这位，记住第一地的这位人，这个第一地呢，就是佛地，叫做第一地，如来的地呢，是上观的，最殊胜的，那么无人会当超越伊。所以呢，就是第一地，就是指佛的智慧。那么第一地人呢，有记住第一地的人，当然就是指佛嘛。拄则呢，你伫个山顶，有讲出迄个偈，那么偈呢，咧赞叹一位佛。听你安尼讲，听你安尼赞叹，那么呢，伫前后的经中，敢若呢，毋捌听过，意思讲。你讲出这个寄言，那么呢，我过去呢，唔捌听过，安尼，唔捌听你安尼个赞叹，那么再来呢，出诸大众，心界吸用，类如成物，欲闻如来说未来佛，开甘露德，那么呢，这位舍利弗尊者呢，因为伊是智慧第一嘛，所以呢，伊了解讲，迄个佛说出这个偈言的内容，就是咧赞叹，未来佛，伊就是听会出来，听会出讲迄个偈言呢，咧赞叹未来佛，那么呢，伊就去甲佛请示，伊讲呢，现在遮的大众，那么因的心呢，拢总是吸用，这是一个形容，形容讲伊的心，迄个心呢，盼望要来了解你迄个偈言所赞叹的
第一地人，啊，那么迄个盼望的心呢，啊，真该强烈，啊，就亲像喙焦共款。喙焦呢，吼，一个真喙焦的人呢，那么伊对水的盼望呢，一定是上该强烈的。哦，那么现在呢，这众生以盼望法，哦，盼望呢，要来了解这个未来会的代志呢，一心，哦，嘛是真强烈，所以呢，吼，就甲讲渴用，吼，啊，然后呢，吼，迄个泪，迄个目屎呢，亲像神雾，就是讲目屎一直流，哦，一直流，啊，流袂停，亲像讲神雾，哦，神雾呢，就是讲落大雨安尼。形容讲，伊目屎呢流了真济，啊一直流流袂停，哦，啊所以呢，咱顶一回吼、哦、有讲着嘛，吼、哦，讲迄个 BQBQ 呢，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啊个天龙八部，吼、哦，因呢为因的座位才爬起来，啊然后呢，吼、哦、去射佛，啊甲五体投地，吼、哦，啊个向佛呢拍大遐个流目屎，吼、哦，啊到底是咧流啥物意思，吼、哦？当然，谈拄啊迄段呢，就无说明。那么伫遮，就由舍利弗尊者讲出因遮四部弟子，啊，佮天龙八部的心意。啊、哦，为虾米因的心，吼、哦，因的伫遐流目屎呢？吼、哦，因原来就是讲因的心，吼、哦，该吼渴用，吼、哦，想要了解即位未来会的代志。吼、哦，迄盼望的心呢，遐尼遐强烈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流目屎呢，当然，若是以流目屎来讲，有两种意思嘛，吼、哦，欢喜嘛会流，啊，艰苦嘛会流，吼、哦，如果若以艰苦来讲呢，吼、哦，比如讲遮个众生，吼、哦，因呢，吼、哦，无得到解脱，吼、哦，那么呢，艰苦家己呢，搁伫生死轮回，吼、哦，搁一直呢受生死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艰苦甲流目屎，吼、哦。啊，若讲欢喜呢，吼、哦，现在吼、哦、有即个机会，吼、哦，有遐尼遐难得的即个因缘呢，吼、哦，会当来听佛，吼、哦，来讲出即个未来的一位大皈依处，吼、哦，那么呢，迄、那个欢喜心呢，吼、哦，感动甲吼、哦、流目屎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代表讲因的心呢，吼、哦，非常的诚恳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则咧唯有舍利弗尊者的，啊、哦。代表遮大众的心声，吼、哦，讲咧，阮的心，吼、哦，真盼望要来听未来佛的事迹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吼、哦，伫遮咧等待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啊嘛艰苦家己呢，吼、哦，离生死安尼轮转，吼、哦，啊受无量的苦，啊，搁再来呢，吼、哦，嘛真欢喜讲有即个机会来听出未来佛的代志。哦，啊来看未来佛结缘呢，吼、哦，将来呢会当得到解脱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吼、哦，就是心该渴用，吼、哦，类如神物，啊，然后呢，想要听佛你为阮说明，即、这个未来佛的，吼、哦，即个种种的事迹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呢，为阮大家，吼、哦，开出即个甘露之道，吼、哦，开出即条路。那么这条路呢，什么路呢？吼、哦，伊讲甘露道，吼、哦，这个甘露呢，吼、哦，伫头前有讲过，吼、哦，头前咱也行过，吼、哦，行过这个六十五页遐呢，吼、哦，遐都有讲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寄言的第二句的第三，吼、哦，第二首偈的第三句呢，吼、哦，如确，吼、哦，因甘露，吼、哦，安尼。这个甘露呢，当然就是在讲法嘛，啊，法就是甘露，啊，人讲嘴焦想要啉水，啊，所以迄叫做甘露，啊，真甘甜的水露，安尼，啊，啊，啉着呢，会当治这个嘴焦的苦。那么现在呢，吼，烦恼病，吼，心病呢，就是爱靠啥？靠佛的法，吼，这个法乳，吼，来得到充足。来治疗这种的烦恼，哦啊、所以呢，现在呢，哈、哦，伊希望听到如来你讲出未来佛的事迹，那么为阮家的众弟子呢，哈、哦，开出一条会当临到甘露的道路，哈、哦，的方法，啊、哦，啊是讲这个道呢，哦，就是甘露，哈、哦，咱临甘露呢，哈、哦，临甘露了后，止这个嘴焦。
那么迄个止喙搭甲迄个苦消灭，吼、哦，迄是啥物货？哦，迄就是安乐嘛。哦，那么现在呢，咱的烦恼病，哦，嘛是真艰苦。哦，那么烦恼病呢，爱靠啥？爱靠修德，会当来对治。哦，会当甲烦恼断除。那么烦恼断除了后呢，得到的涅槃。哦，迄就是哦安乐的自在的境界。那么要变什么货？就是爱靠修德。哦，所以甘露德。好，开出这条甘露道，那么阮呢，就会当得到解脱。哦，那么这个甘露道上解紧的方法是安怎呢？就是去亲近啊，这位未来佛，安尼，啊，亲近未来佛，就等于呢，会当行向这个甘露道，啊，然后呢，就得到涅槃。哦，那么弥勒明如啊，功德神力国土庄严，依何善根？何解何思何定何慧何定地力得见弥勒以何心中修不净路？啊，搁再来呢？哦，这个舍利弗呢？哦，伊呢？哦，搁继续讲哦，讲因嘛想要了解讲哦，这个弥勒哦，伊的名号、伊的名、伊的字。啊、哦，迄个名号，啊、哦，拄则讲嘛，吼、哦，未来佛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然呢，很多咧赞叹这个第一地人，吼、哦，佛伫个山顶咧赞叹这个第一地人呢，啊、哦，有可能讲，啊、哦，别人伊听袂出来咧讲啥，啊、哦，啊，唯独呢舍利弗知影，哦，因为舍利弗呢，啊、哦，地位第一嘛，所以就知影讲佛咧赞叹未来佛，啊、哦，那么伊赞叹未来佛。哦，迄位弥勒佛是啥物人呢？哦，就是指弥勒。哦，所以伊就要了解讲，哦，弥勒伫将来，哦，伊下生的时阵，伊的迄个名，哦，伊的佛号是安怎？哦，啊，佫再来呢，哦，伊的功德，哦，啊，佫有呢，伊的神通力，哦，啊，伊迄个世界是安怎庄严？哦，就是讲呢，伊嘛要了解，哦，未来的代志。哦，这是一点。啊，搁再来呢，吼、哦，要用款，吼、哦，要用什么款的善根，吼、哦，要修什么款的善法，吼、哦，才会当得见弥勒。那、哦、啊是呢，要用，吼、哦，要修什么款的戒，吼、哦，要行什么款的布施，要修什么款的定，啊、哦、啊是呢，吼、哦，要修什么款的慧，吼、哦，啊要积聚什么款的智力。啊、哦，这个智力呢，可以讲就是迄个慧，啊、哦，伊甲拆开讲，哈、哦，简单讲呢，就是讲要按修什么款的戒定慧，哦，安尼，啊，然后呢，才会当得见弥勒，啊、哦，因为弥勒是未来佛嘛，啊，你现在啊，世尊呢，你咧赞叹未来佛，啊，大家听到，哈、哦，那么呢，阮想要了解，啊、哦，你既然赞叹这个未来佛，伊会当为众生呢，哈、哦。说出这个甘露，吼、哦，说出这个妙法。那么，我呢想要得到解脱，吼、哦，我当然嘛爱来亲近弥勒佛，吼、哦。那么要安怎亲近？吼、哦，我要凭什么款的福报？吼、哦，凭什么款的功德？吼、哦，才会当来亲近这位弥勒佛？吼、哦。那么，伫个什么款的心当中来修八正路？这个八正路呢，吼、哦，就是八正道，啊、哦。要栽培八正道，那么要用什么款的心态？啊，要用什么款的心来修八正道？啊，才会当得见弥勒安尼。啊，所以这段呢，就是这个舍利弗尊者，哈、啊，伊向佛请示，哈、啊，请示者的哈代志，啊，希望佛呢，啊，为阮啊大家呢，啊回答。那么舍利弗发出文时，必遣天主无所梵王合掌恭敬，以刻动因共发誓文、哦、那么当舍利弗呢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阵、哦，提出这个问题了后，那么在场呢、哦、有真济天主，哈、哦，啊，佮有无数，哈、哦，就是无法度去。计量的这个梵王，吼、哦，
这个大梵天王，吼、哦，那么因共同呢，吼、哦，当然这就指天的吼、哦，天人众，吼、哦，天众，吼、哦，因就是合掌恭敬，啊，然后呢，吼、哦，因为人数多嘛，吼、哦，一人一支喙嘛，吼、哦，圆觉，啊，毋过呢，因共同发出来的音声呢，拢总是共款，吼、哦，共款呢，吼、哦，来问这个，吼、哦，共款的这个问题，吼、哦，那么因安怎问呢，吼、哦，白佛言。世尊，愿受五等，以未来世得见人中最大果报，三界眼目光明弥勒，普为众生说大慈悲。这个梵王，啊，搁这个天主呢，哦，伊就是共同来发出这个问题，啊，伊就向这个释迦牟尼佛呢，哦，称呼世尊。那么希望呢，互阮遮的天人众，吼、哦，伫个未来的时阵，会当见到即个人中，吼、哦，上界大的果报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人中上界大的果报呢，啊、哦，因为诸佛呢，拢是伫人家出世，吼、哦，实现伫人间，吼、哦。那么伫实现伫人间呢，吼、哦，当然啦、啊，以佛来讲，吼、哦，两足尊嘛，吼、哦，咱之前捌讲过，吼、哦，两足尊，吼、哦，伫个人道，吼、哦，伫个天，吼、哦，天上遮一切的众生的种类呢，伊是上界尊贵的，吼、哦，那为虾米？吼、哦，因为即个佛呢，伊三大阿僧祇劫呢，吼、哦，那么难行可行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修，吼、哦，六道万行呢。所以，伊栽培遐尼久长的功德呢，伊现在呢来成就即个佛道呢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佛就是上界大的果报，吼、哦，上界大的果报，吼、哦，因为即个伫个世界来讲，啊、哦，比如讲咱众生，吼、哦，众生一般的人，啊、哦，得到的果报，啊、哦，就是烦恼互咱的，啊，家家呢，吼、哦，咱来讲做国王，吼、哦，就是过去有栽培一寡善业，吼、哦，啊，若讲转轮王呢？转轮王因栽培呢，嘛是有漏的业，吼、哦，所以迄个果报呢，无啥物货。吼、哦，啊，若讲阿罗汉，吼、哦，阿罗汉的果报，吼、哦，也是辟支佛的果报，吼、哦，当然迄是无漏，吼、哦，无漏的即个业。啊，若是以佛来讲呢，吼、哦，佛伊即种的果报呢，吼、哦，就是超越一切，吼、哦，伊爱栽培呢，吼、哦，遐尼久的吼、哦、功德，吼、哦，啊，遐尼济的功德，才会当成就。哦，所以即种的果报呢，是上界伟大的哦。那么佛伫地成就哦，伫人中哦出世啊、哦，所以讲叫人中最大果报。当然，即个就是个智慧。那么现在呢，阮希望呢，吼、哦，阮吼伫个未来会当见到吼、哦、佛。哦，那么即个佛是啥物人呢？吼、哦，就是三界的眼目。啊，三界的光明，那么指向呢，就是指弥勒啊，因为弥勒呢是未来佛嘛，未来佛啊，佛啊实现伫世间的时阵啊，等于为三界的众生呢，等于讲把即个目睭眼目摕过来，若是以众生来讲就是生活伫即个无明黑暗的世界。吼，安尼，啊，可以讲呢，无眼目，吼、哦，无光明，吼、哦，安怎讲无眼目呢？吼、哦，因为无目睭嘛，啊，所以亲像青盲共款，一直伫三界遮流转，啊，行袂出去，吼、哦，亲像讲伫咧黑暗的即、这个，吼、哦，一个房间内面，啊，你安那说呢？吼、哦，四界拢拼，啊，揣无迄个门通行出去，啊，为虾米？哦，因为迄个是青盲人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啊，所以等于讲无眼目。那么要安怎行出即个黑暗的房间呢？就是爱靠佛，哦，靠佛呢，吼、哦，伊甲门开开，啊，行入来了，甲咱带出去，啊，所以伊即个佛等于是三界一切众生的眼目，这若是以六波罗蜜来讲呢，有捌讲过，即、这个前五道呢，亲像青盲人，唯独智慧，它是叫做有眼目，所以要出三界。要得到解脱呢，就是爱靠智慧。那么，像具足这个智慧，
就是佛甲有，所以佛呢伊有即个眼目，吼，啊，佮再来呢吼三界的光明，吼，伫个三界，吼，伫即个吼有漏的世间内面呢，吼，等于就是完全拢黑暗，吼，宇宙呢黑暗，啊，三界呢吼如火体嘛，吼，内面呢吼完全无光明，那么即个光明是啥？吼，甲咱吼显露的，就是佛。当佛呢，伫世间示现的时阵，就等于把这个光明，甲显示出来，吼，为咱这个世界呢，吼，吼带来这个光明，吼啊，所以呢，吼三界的光明，吼，所以不管是眼目也好，光明也好，拢咧指向呢，吼弥勒，吼就是佛，吼未来的佛，所以我呢，吼希望世尊你。予阮大家伫个未来世，会当见到人中上界大个果报，就是佛。好，那么迄个佛呢，伊是三界的眼目，三界的光明。那么想呢，吼，就是弥勒。好，那么希望你，吼，普遍为阮家的众生呢，吼，讲出吼，即位大慈悲，吼，具足大慈大悲的，吼，即个伟大的佛。好，说大慈悲，大慈悲是啥呢？就是佛。啊，希望你呢，啊，为阮遮的众生啊来介绍，哦，安尼啊，互阮呢有这个因缘，会当来，哦，跟伊哦亲近。这个梵天，哦，梵天呢来讲，梵天王伊是色界嘛，那么色界的寿命呢，当然是一劫。啊，当然是一劫。那么一劫呢，在弥勒佛下生的时阵，啊，弥勒佛下生的时阵呢，咱一劫呢还未飞灭去，所以呢，伊迄时阵伊个存在，啊，伊并无死亡。啊，毋过呢，若安尼讲，伊敢着见会着佛嘛？嘛无一定，啊，嘛无一定。啊，虽然讲色界天，或者个天人呢，吼，寿命真长，那么呢，伊嘛无一定讲。诸佛示现伫世间，伊就看有，吼，伊就会当断掉，吼，嘛袂当安尼讲真，吼，有当时安尼，吼，无迄个因缘呢，伊嘛见袂到，吼，所以呢，迄个因缘就是靠家己栽培，吼，靠家己栽培。啊，若无呢，你若讲，即个，吼，第五天，吼，即个六变化天，还是他化主宰天的天人，吼，因就大家拢见会到佛嘛，吼。伊比倒数天的天寿较长，吼，其实呢嘛袂当讲一定着见会到，吼，嘛是爱家己去栽培即个见佛的因缘，吼，所以呢，吼，伊伫遮呢嘛是愿意，吼，来听佛说法，吼，啊，看佛呢，甲咱大家安那讲，讲出即个，吼，要安怎见弥勒的，吼，即个功德，吼，要安怎修，吼，那么并不保障，亦该如此。吼，恭敬插手，款请如来。那么拄则呢？吼，最首先吼是舍利弗尊者吼为大众来发起即个问题嘛。那么发起即个问题了后，即个大梵天王啊，佮无数的即个天主呢，因听到了后，就了解讲啊，原来佛伊迄个两修寄言的意思啊，就是咧指未来佛啊，弥勒佛。所以，因现在呢，嘛同款来请法，哦，希望要听世尊介绍。那么大梵天王，哦，问题问出来了后呢，这个八宝掌，哦，嘛是拢安尼，哦，这个八宝掌呢，就是指这个，哦，天龙八部，哦，天龙八部呢，伊嘛是同款，哦，遵照这个梵天的这个语言，哦，同款来请示佛，哦，款请如来，哦。你是梵王，以诸梵众，哦，以口动音，合掌赞叹，而说上言，哦，那么迄当阵呢，即、这个梵王，啊，佮有梵众呢，吼，大梵天王，啊，佮有即个梵普天，吼，梵众天家一切的即个天人呢，伊同款，吼，佮在以口动音，吼，同款呢，吼，来向佛赞叹。
那么呢，伊安怎讲呢？伊用寄言的方式吼、哦、来讲吼、哦，南无满月具足十力，大精进众吼，勇猛无畏，一切智人吼，即、哦这个呢吼、哦，南无就是皈依嘛吼、哦。那么皈依啥呢？吼、哦，皈依即个一切智人啊，即、哦这个一切智人呢，就是佛。啊，佛呢？吼，伊具足一切的智嘛，啊，一切的智慧呢，伊拢通达，吼，拢讲具足。所以，这个一切智人就是指佛。那么，佛呢？伊好比满月同款，啊，这个满月呢，吼，月呢，吼，十五的时阵上界圆，吼，迄叫做满月，吼，上界圆满。啊，那么现在呢，吼，同款佛。伊所有的功德，吼，所有的智慧呢，吼，拢总具足，吼，拢总是圆满的，吼，所以迄个圆满呢，就是咧赞叹这个佛，吼，啊，搁再来呢，吼，伊具足这个十力，这个十力呢，就是佛的功德，其中一个，吼，十力，吼，啊，这咱呢无另外介绍，吼，搁再来呢，吼，大精进众，吼，这个佛呢。啊，佛是上界精进的人，啊，所以个赞叹伊是大精进众，啊，好比讲一个将军同款，啊，将军呢，若要出征，啊，要跟人相战呢，啊，伊是勇猛无畏，安尼，啊，那么现在佛呢同款，啊，佛伊的精神，啊。佛的精神呢，吼，伊遍十方法界，吼，伊会当去到十方法界呢，吼，去度众生，吼，啊，那么呢，要来降伏四魔的这种的精神呢，吼，勇猛无畏，吼，上界勇猛，上界强的，吼，那么呢，吼，不但是家己降伏，吼，佮要降伏一切众生，吼，而且的烦恼魔，吼，即个种种，吼，生死魔，吼，啊，五蕴魔，啊，佮即个天魔。哦、所以呢，吼、哦，伊好比一个吼、哦，真有吼、哦、精神的吼、哦，真努力的一位将军同款，吼、哦，安尼，那么像呢，就是一切智人，啊、哦，所以这几句呢，拢总是咧赞叹佛，啊、哦，伊的功德，啊、哦，那么超出三有，生三达地，幸福四摩，啊、哦，心为法器，这个超出三有呢？这个超出三有，这个有呢？啊，有是啥物货呢？就是咱的哥布体，啊，叫做有，啊，哥布体叫做有，啊，那是这个十二缘起内面的吼，爱处有，啊，迄、那个有就是生命体出现啊，叫做有，啊，那么生命体出现为什么会出现呢？啊，就是因为有爱处。啊，爱甲处就是烦恼，啊，啊，毋过呢，爱甲处的烦恼，啊，伊滋润咱的业种子，互咱的生命体出现，啊，迄当阵叫做有。那么咱业种子按对来，就是最初的无明因形，形因色，啊，所以这整个的流转就是安尼。最初呢，无明因形，形因色了后造业啊，啊，那么造业呢，分析作为种子。啊，等到呢，吼、哦，生命体要结束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佮有爱处，吼、哦，会烦恼，那么滋润咱的业种子了后，生命体就出现啊，就是有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生命体出现了后，就佮生，就佮怒死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有呢，就是哥布体，啊、哦，那么三有呢，啊、哦，对三有，啊、哦，就是有有。色有甲无色有，啊，就是三界的哥布体叫做三有，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有，啊，那么三有呢，简单讲就是咧指三界，啊，就是咧指三界。那么超出三有呢，啊，伊即个是赞叹佛，佛呢是超脱出即个三界，啊，一切的众生呢，拢伫三界内面呢，吼，生死轮回。不过佛呢，伊唯独吼超脱出这个三有，啊，就是赞叹佛伊的功德啊。那么生三达地呢，
即、这个三德智呢，吼、哦，就是三种的智慧。一个是天眼，吼，啊，一个是宿命，啊，一个是脑筋，吼，这就是三种的智慧，吼，那么这是三达智，吼，咱若看这三个呢，应该是真，吼，明晰较对，吼，三明，吼，六通，吼，应该知影，吼，三明佮六通，吼，六通呢是六种的神通，那么三明呢？啊，安怎讲三明？这个三明呢，吼、哦，如果若是以神通来讲，吼、哦，神通内面有一个天眼通，啊、哦，有一个宿命通，啊、哦，啊嘛有一个脑筋通，啊、哦，啊，毋过呢，若是以佛弟子来修的话，啊、哦，伊不但得到这三种的通，佮有得到这三种的明。啊、哦，所以叫做三明。啊、哦，那么三明跟通的差别呢？啊、哦，比如讲这个外道，啊、哦，外道呢，伊来修禅定呢，伊嘛会当得到神通。啊、哦，那么伊得到的神通呢？啊、哦，伊有天眼通，啊、哦，有宿命通。啊、哦，按个呢，外道，啊、哦，也是一般凡夫所修的神通呢，都无这个脑筋。啊、哦，干那五通俩，啊、哦，五种神通。无第六种的脑神通，吼、哦。那么无即个脑神通以外，伊所得到的天眼通也好，宿命通也好，天眼就是会当看到未来。那么宿命呢，吼、哦，会当观察过去，哦，伊会当观察未来要发生的代志，啊、哦，也是呢观察讲过去曾经呢有发生的代志。啊，毋过伊迄个通呢，就敢若会当看到代志会发生尔。哦，过去的代志是安怎发生的？哦，发生安怎？还是未来会发生啥物代志？伊会当观察，啊，观察过去，观察未来。毋过呢，伊无法度了解即内面的缘起。哦，伊无法度了解即内面的缘起。哦，迄个因果，哦，因果的智慧呢，就无。啊，毋过佛弟子呢，吼、哦，伊所成就的通以外呢，佫有三种的即个明，吼、哦，天眼明、宿命明、佮脑筋明。啊、哦，即、这个明的意思呢，就是讲伊了解、明白，啊、哦，明白。啊、哦，比如讲即个未来，吼、哦，未来呢，吼、哦，若靠天眼通，吼、哦，会当看到明仔载会发生甚物代志，吼、哦，迄叫做通。啊，若天眼明呢，伊就会当了解讲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代志，哦，伊会当了解这内面的缘起，哦，啊，这内面的因果，哦，啊，是讲过去，啊、哦，过去，哦，啊，比如讲过去世，啊、哦，发生什么代志，啊、哦，那么呢，迄是宿命通来看，啊，那么宿命明呢，伊就会当了解迄内面的因果，为什么安尼，哦，迄是明甲通的差别。那么明呢，就是干那佛弟子，吼、哦，就是阿罗汉，伊才会当成就，吼、哦，成就这个三明六通，吼、哦，迄就是三明，吼、哦，三种的明，就是会当了解这内面的，吼、哦，发生的原因，吼、哦，了解这当中的缘起，吼、哦，迄就是三明。那么现在呢，吼、哦，这个三明，那以安尼来讲，吼、哦，就是阿罗汉。哦，小乘的佛弟子，伊嘛会当成就；哦，那么大乘的哦菩萨佛，伊嘛会当成就。啊，毋过呢，若到佛的境界，哦，到佛的境界是安怎呢？就叫做三达智。哦，那佛的境界呢，就无叫做三明。哦，三明是指阿罗汉成就的，啊叫做三明。哦，因为伊敢若了解尔，明辨尔，安尼。那么佛所成就的呢，吼、哦，无叫做三明，吼、哦，叫做三达智。迄、那个达呢，吼、哦，有一个通达的意思，吼、
就是讲对过去世，吼、哦，对过去世，啊是对未来世遮个代志呢，伊拢总会当恭敬，吼、哦，比如过去无量无边劫进前，要互你到偌久以前，伊拢知。那么到未来呢？到当时呢，真未来者个代志，伊拢知。啊，毋过呢，阿罗汉无即种个能力，吼、哦，伊无即种个能力，吼、哦，因为当时安尼阿罗汉呢。伊会当看的呢，吼、哦，干那看到一个点尔，佮过呢，伊就看袂到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迄个是因的差别。所以佛呢，吼、哦，到佛的即个境界呢，吼、哦，就无叫做三明，吼、哦，叫做三达地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达呢，啊、哦，有一种通达，啊、哦，恭敬的意思，吼、哦，了解遮个代志，毋过呢，伊了解甲真彻底，吼、哦，还叫做达。哦，迄叫做三达谛。哦，乃至呢，即、这个老真，哦，对即个真理呢，伊所通达的呢，哦，嘛是无量无边，哦，通达到真彻底，哦，啊，那么迄叫做，哦，三达谛。哦，那么行福数摩呢，哦，即、这个数摩就是四种摩嘛，哦，天摩，哦，啊，五蕴摩。哦，啊，烦恼魔，啊个死魔，哦，这四种，哦，这咱伫过去呢，哦，嘛有讲过，哦，这是佛呢，伊有这种的能力，哈、哦，来降伏这四种的魔，哦，搁再来呢，哦，心为法器，这个心为法器呢，哦，就是讲佛，哈、哦，佛的心呢，拢拥受一切法。啊、哦，还叫做法器。这个器呢，啊、哦，器就是一个会当带物件的一个物体，叫做器。啊、哦，那讲较白的就是一种碗。啊、哦，碗呢也会当带物件，啊、哦，还叫做器。啊、哦，人讲容器嘛，会当容收物件的器具。啊、哦，那么法器呢，就是咧带法。啊、哦，现在佛的心，就亲像一个器共款，伊通达无量无边的法。啊，等于讲伊个心上呢，拢带无量无边的法，安尼，迄叫做法器。啊、哦，那么心如虚空，静然不动。啊、哦，搁再来呢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佛伊个心呢，就亲像虚空共款。啊、哦，那么虚空呢，其实呢，咱也了解虚空是啥物款的性质。啊、哦，虚空伊只个讲就是静然不动。啊、哦，虚空就是安尼。即、这个什么物件有震动？啊、哦，若要讲呢，色法，啊、哦，色法就是有震动，啊、哦，色法是安尼，啊、哦，就是物质，啊、哦，物质呢，伊就有动，啊、哦，物质出现的时阵呢，就是有动，因为物质呢，就是有为法嘛，啊、哦，由因缘所生的法，那么当伊出现的时阵呢？哦，伊就是动的相，哦，由无到出现，哦，叫做有啊嘛，哦，由无到有，哦，啊，甚至呢，将来伊消灭去，哦，由有到无，迄拢总是动，啊，毋过呢，虚空的性质呢，本身就不动，哦，为虾米呢？哦，因为虚空是假立的，哦，虚空是安怎？虚空就是将一切的物质，哦，你甲物质。甲去掉了后，所显示的呢，就是虚空。哦，所以虚空呢，伊本身就是不动性的，啊、哦，本身呢就是安静的。啊、哦，那么现在来赞叹佛的心嘛是共款。啊、哦，佛的心呢，哦，因为远离一切的执，好、哦、安尼啊，通达的真理，所以呢，伊的心呢是无震动的，哦，迄叫做不动。啊、哦，那么以有非有。以无非无，达盖空法，悉数赞叹。以分呢，对有即个有，啊，啊，个有呢，对有即个非有，啊，这是两种。啊，若要一切法要甲分呢，会当甲分做即两类，啊，有，啊，个非有，啊，个再来呢，吼，以无非无，这就是相反来讲，啊。即、这个无甲非无，啥物是无？
无就是拄则讲的迄个非有嘛，啊，非有就是无，啊，那么这个非无呢，就是拄则迄个有，啊，意思拢同款，啊，有非有，无非无，安尼，这个就是一切法，若要甲分呢，会当甲分做这两种，有法非有法，啊，还是无法非无法。那么现在呢，佛因为伊通达。好啊，伊呢改了一切的空法。好、哦，这个空法呢，空法呢就是真理。啊、哦，一切法毕竟空。啊、哦，一切法的空性，这个就是空法。啊、哦，如果呢，那以这个啊无客论来讲呢，啊、哦，就是真实义。啊、哦，真实的境界叫做空法。啊、哦，真实的境界。啊、叫做空法、啊、那么什么是真实的境界、啊、就是真实义，这个真实义呢要怎么来通达、啊、要怎么来通达这个真实义，就是从这个有跟非有呢拢中加空那当中呢就通达、啊、这个有我们刚才说、啊、一切法呢、啊、分作有法分作非有法。如果拿以凡夫的角度来看，什么叫做有法？哦，就是文字语言所安立的法，叫做有法。哦，文字语言所安立的，在咱凡夫的世间呢，咱的心要分别，要起心动念，就是靠啥？靠文字语言。那么文字语言是安怎来？就是当因缘所生的法出现的时阵，啊，那么咱伫遮顶观呢，甲安立种种的名言，啊，那么安立这个名言呢，啊，迄个叫做有，啊，徛在咱世间的角度来讲，迄叫做有，啊，名言所安立的一切法呢，迄叫做有，啊，因为凡夫就是伫遮咧活动，啊，安尼，迄叫做有，简单讲就是骗假所执。哦，片假所执，迄叫做有。那么呢，哦，比如讲，这个叫做刀啊，哦，迄、那个叫做椅啊，哦，爱、啊、一间厝，爱、啊、一个人，哦，查甫查某的，哦，迄石头，哦，迄是地水火风，哦，咱呢，拢总伫遮咧理解，拢总伫遮咧活动，啊，伫遮咧分别，哦，迄、那个就叫做有。那么，啥物是非有呢？就是名言，哦，名言。咱所安立的这个假名，伊依据的所在，那么是指啥？就是指这个依他起，哦，啊个完成式，哦，这个依他起呢，就是因缘所生法，叫做依他起。不过这个因缘所生法呢，伊本身是离名言相的，哦，离名言相。那么呢，哦，本身是无这个文字语言。就是因为因缘所生法出现了后，那么咱众生呢，伫遮个安立种种的名言，啊，伫遮呢吼升起种种的执着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再来呢吼，比如讲咱讲涅槃，吼、哦，咱讲圣德，这个圣德也好，这个涅槃也好，是伫对安立的，啊、哦，其实涅槃是两个字尔，喏、哦，涅槃，那么这个名称当然嘛是由佛来个安立出来。那么佛安立这个涅槃这两字，哈、哦，什么叫做涅槃？就是将一切的烦恼，啊、哦，将一切的这个苦消灭，啊、哦，那么迄当中呢，就叫做涅槃，啊、哦，什么迄个涅槃是按对安立的，就是按这个完成实相才安立出来。不过完成性呢，伊本身呢，嘛是离名言相的。所以呢，只要是名言安立的一切法，拢总叫做有。那么，这个名言安立的一切法，伊所依据的所在，就是依他起，哦，就是完成性，这个叫做非有。这个就是咱凡夫的境界，就是安尼，哦，有法啊，搁非有法。哦，在咱来讲，什么叫做有？就是希望分别叫做有。咱永远呢，拢伫这个希望的分别者活动。哦，那么非有呢？依他起对咱来讲是无的。
吼、哦，完成式对咱来讲嘛是无的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就将无的甲当作有，即、這个就叫做增益，哦，增加的集中，啊，甲有的甲当作无，迄、那个就是损减的集中，哦，即、這个就是有非有，哦，啊，毋过现在呢，混，吼、哦。混呢，伊所通达的哈，即、这个空幻呢，这是啥物货呢？无字，啊、哦，一件中道，啊、哦，就是讲非有，非非有，安尼，嘛毋是有，嘛毋是非有，啊、哦，安尼，迄叫做无字，啊、哦，就是无落入两边，啊、哦，一边是有嘛，啊，一边是非有。啊，你若偏向一边的拢唔对，啊，现在分的已经中道嘛，所以是非有非非有，啊，安尼，啊，所以这种叫做大概空法，啊，那是咱这个吼、啊、菩萨呢，伊要悟入这个真实义呢，啊，要安怎悟入，就是爱安尼修，啊，非有非非有，啊，就是无字，啊，非有非无，啊，就是唔是有法。嘛，毋是无法，哦，这两种呢，拢袂当哦偏执去，好、哦，那么迄当阵呢，较会当误入这个真实义，较会当达解空法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现在呢，吼、哦，这个佛伊对有有法，对有非有法，啊、哦，也是讲呢无法非无法，伊呢拢总是吼远离吼迄种的偏执，吼安尼。啊，行向中道，而且呢，来解脱空法，啊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是世所赞叹，啊，世间呢，哦、啊，共同呢，哦、啊，拢赞叹，啊，这个啊佛，啊，啊，其实呢，嘛是唯独佛会当予世间所赞叹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伊就是这么超越，啊，这么超越，啊，那么五定动心。哦、一时皈依，愿转法轮。现在呢，阮大家啊，共同啊的心呢，啊发出呢同款的心啊、哦。那么呢，就是、现在呢，要皈依佛，哈、哦，皈依佛，哈、哦，要皈倒，哦，要依止佛。那么希望佛力呢，啊、哦，会当为阮大家呢，啊、哦，转法轮。哦，就是为阮大家呢，吼、哦、说法，啊、哦，所以这段呢，这段就是这个梵天，啊、哦，梵天呢，啊，佮有只个梵众，啊、哦，伊共同来赞叹这个佛，啊、哦，那么安尼讲呢，赞叹佛是啥呢？啊、哦，就是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，啊、哦，伊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呢，啊、哦，就是南无本愿，啊、哦，这段。就是咧甲赞叹伊，啊，啊，佮讲伊个境界，咧讲出佛，吼、啊，伊是安怎，啊，是超出三有嘛，啊，啊，佮有成就即个三达地，啊，伊会当降伏四魔，啊，啊，心呢，吼、啊，亲像法器，啊，啊，心呢，吼、啊，就亲像虚空安尼，吼、啊，无动摇，啊，啊，佮再来呢，伊呢，吼、啊，行中道，吼、啊，无偏向两边个执着。啊、所以呢，伊会当来通达真实义，啊，这拢是咧讲佛的境界，啊，所以呢，佛是世间啊所赞叹啊的人。那么现在呢，阮大家呢，啊，拢发出啊同款的心，啊，啊，伫遮呢，啊，要来皈依佛，啊，啊，希望佛呢，啊，你为阮大家啊转法轮，啊，所以这有赞叹以外，嘛有请法。哦、那么要请什么法？就是请拄则所问的迄个问题。哦，就是讲遮个梵王呢，伊向佛讲嘛，吼，讲希望阮吼伫个将来世会当见到人中上界大个果报，吼、哦，会当见到三界眼目，吼、哦，三界的光明，吼、哦，会当见到即个弥勒。啊，希望佛呢，吼、哦，你为阮众生。哦，讲出哦，这位未来佛哦，这位有大慈悲的未来佛哦，最修先是成千法，啊，到尾啊呢，哦，伊这段寄言呢，哦，除了赞佛以外，哦，赞佛以外，哦，伊搁再安那呢，搁再请一遍法，哦，就是讲呢，哦，愿转法轮，哦，就是要要求佛
为阮讲出啊未来佛的遮个代志。先休息10分钟。